好，今午好，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。天气会有马改变化，安尼大家都加加了关心。虽然看到北山卷土，西宽道哦，其实近比个天气寒气热发发，尤其感受起来比茶比又高亢热结算。西宽道北山卷土都系大概近比个北山卷土风都西宽道，今日台办个上空拢系无马改卷内，主要都系经济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增强个关系，而且都关注了片，其实西宽道拢系无马改卷内，也都系。太平洋高压界势力范围，经济受到高压界影响，这个天气今日拢系东半天界天气形态，尤其台湾界上空拢系冬天冬界天气哦。安尼透过下几张图，都是各落宽度今日各地温度分布个情形。在看到今日台湾都呈一个破番薯，尤其呢高温个情形，到下昼三点个时节，南部地区高温透平冬界内部裂片，系来到39度一个高温。高雄的旗山未来到39度，还有屏东的北门未来到38度的高温。今晚的高温天气都是特别提前太高，这段时间就是五百的时间，是共同五百差不多15分钟到20分钟都有可能外热到，所以大家天出外补充水分，还有注意防晒。各位看到下几种图都来关心，今晚的暗热的天气形态会持续到内时内。台湾天气形态，天面天气图风是看到天空寒气持续受到高压的影响，尤其这个高压会日期影响。到拜六的天气，所以到拜六之前，各地天气拢寒气热发发的天气形态。两段时间环境风场甚至系在东南方的关系，所以像系到东方面的东南部地区，有可能都会有落雨段签签字。不过本土寒气就几乎来到32度到34度。那同时间部地区的片呢，高温的天气拢有机会来到39度以上。尤其到拜五的时节，东北地区高温寒就几乎。未来到37度，各位看到下几张图都来关心一个未来高温的方向。再看到拜四、拜五，其实台湾都呈一个破番薯哦。台湾天气。南部地区、西半部地区，农气就几乎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，尤其气象处系特别针对东北地区、含有台中、济南嘅六屏东两条县市，农气就发布感色嘅高温警号，都系代表呢高温就几乎来到38度以上。也是连续3年高温，是来到39度以上的高温哦，所以提醒大家，这段时间出现五百的时间都要特别小心。过来到拜五的时间呢，台北天气来到一个吊彩色，都会代表高温是有机会来到37度以上哦。所以未来的天气，拢还是持续安尼高温热发发的天气，大家出现五百的时间都要尽量要补充水分。过来看到下几种图来关心，都是一个。紫外线嘅指标哦，台湾嘅紫外线呢，是看到睇起来讲，各天拢系来到红色高中到吊彩色危险嘅等级。呢个吊彩色危险嘅等级都系代表同我拜15分钟都有机会会晒伤哦，所以大家注意我拜嘅时节，天出爱注意防晒，甚至大概早上10点到下昼2点两段时间系日头千万嘅时节，所以呢，大家喺讲两段时间都系穿上套身内都好。天掉唔可以，我不会发痛。嗰个看到下几种图来关心，都系本来六字嘅情形。先看到拜四到拜六的段时间，经济受到高压嘅影响，各地水气会变到较少结算。唔过到拜五嘅时节，经济高压势力减弱，六字嘅氛围就会变到较多结算。每日特别注意，冻住过后，三期有可能会有剧烈嘅天气变化。